棒！啦啦啦啦啦啦 ！Subscribe！ 丘巴拉，丘巴拉，妈咪，妈咪哈！真不错，鲨鱼宝宝，我们来了。哦，你在做新的魔法药水啊？你们来啦！没错，我正在制作新的魔法药水呢。有了这种药水，我们鲨鱼一家将变得更强大、更吓人、更厉害。你们想试试吗？好，我们试试。你觉得能一切顺利吗，鲨鱼宝宝？哦，别担心，来，站在这里，丘巴拉，丘巴拉，阿布拉卡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，鲨鱼，阿布拉卡，变强壮，哈！啊，我的家人们都去哪儿了？爸爸妈妈？哦哦，发生什么了？我的身体消失了。哦不，我变成隐形鲨鱼了。不，我的魔法让大家的身体消失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鲨鱼宝宝，你可以用魔法帮我们复原。去看看你的魔法书吧，书上一定有方法。好吧，爷爷，让我找一找。我找到了，如何找回消失的身体？彩色药水、魔法石头、两颗眼珠、一根骨头，放在锅里煮，然后施展魔法。你可以在怪物大楼里找到藏在那的眼珠和骨头。我觉得你需要去楼上的骷髅、女巫和吸血鬼那里寻找材料。好的，我会找到的。当心，鲨鱼宝宝，吵醒熟睡的怪物可是会带来麻烦的，千万要小心。好的，爷爷，马上回来。骷髅在睡觉呢，我要悄悄地找到四颗眼珠和两根骨头，不能吵醒骷髅。如果骷髅抓住了我，我会被吃掉的。我找到了两颗眼珠。蜘蛛！另外的两颗眼珠在这里呢。我找到四颗眼珠了，我还需要找到两根骨头，在哪里呢？我也想吃肉。我找到两根骨头了，我们去制作药水吧。我终于找到制作魔法药水的原料了，鲨鱼妈妈的粉色药水，鲨鱼爸爸的蓝色药水，还需要放入魔法石头，放入四颗眼珠，还有两个骨头。现在我要念咒语啦，丘巴拉，丘巴拉，让爸爸妈妈身体复原！哈！你能看见我吗，鲨鱼宝宝？我的身体回来了吗？哇，好险啊！爸爸妈妈，谢谢你让我们复原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好多了。谢谢你，鲨鱼宝宝，我的身体复原了。真是太好了。为了帮鲨鱼奶奶复原，
现在我要去一下三楼女巫的房间。女巫正在树下睡觉呢，我们需要找到两颗眼珠、一根骨头，然后离开这里。我们一起悄悄地寻找吧。哦天啊，这里有一颗眼珠。我得躲起来。哇，我找到另一颗眼珠了。现在只剩一根骨头了，在哪里呢？抱着骨头在睡觉呢。成功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要让鳝鱼奶奶的身体复原。首先加入橙色药水，然后放入魔法石头，还有在女巫房间里找到的两颗眼珠，再放入一根骨头。现在我要念咒语啦，丘巴拉丘巴拉，让鳝鱼奶奶身体复原。哈，我回来了。奶奶，我好想你。鲨鱼宝宝，你做得很棒。爷爷，我马上就帮你把身体复原。这是吸血鬼的家，我要找到两颗眼珠、一根骨头，还有一副牙齿。等一下，我闻到这附近有美味的鲨鱼的味道，不是普通的鲨鱼，这个是鲨鱼宝宝的味道。你在哪儿，鲨鱼宝宝？快出来！哦不，我还什么都没有找到呢，我该回去吗？不，不行。那样我就不能让爷爷的身体复原了，我不能放弃。我们来悄悄地寻找吧。哈，那里有两颗眼珠，我得快速把它们捡起来。哦，那里有一根骨头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太棒了，现在我还需要一副牙齿，在哪里呢？哦，牙齿在吸血鬼的棺材里，快把它捡起来吧。全部找到了，太棒了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家。你好啊，鲨鱼宝宝，啊，好香啊。你别想逃，我的小零食。我做到了，爷爷，我这就让你的身体复原。加入绿色药水，放入魔法石头，两颗眼珠，一根骨头，还有一副牙齿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念咒语啦。丘巴拉丘巴拉，让鳝鱼爷爷身体复原。哈，鲨鱼宝宝。爷爷。鲨鱼宝宝，你做得太棒了。对不起，我念错咒语了，我不会再这样了。没关系，那只是无心之失。
每个人都会有无心之失。谢谢你们的宽容，鲨鱼一家是最棒的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